本节目由这一刻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独家冠名播出。线索千丝万缕，飘柔一瞬到底。感谢首席合作伙伴飘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雪芙蓉金富丽，加油吧侦探。名侦探们，好久不见。我已经布置好了案发现场，来欢迎你们。为了这一刻的到来，我等了太久。让我们开始这场游戏吧。各部门准备。昨日重现，等一下他们会有一出戏，很精彩的一个戏，中间呢会有一些案情，但是真相只有一个。360度全景案发现场，这次你看明显升级了，等一下就拜托大家了，加油加油加油。我就是那个卡尔，忙内小妖，请叫我搜证王。大侦探您好，您好，小侦探，哇，又见面了，欢迎大家来到明星大侦探第二夜，我们有二楼了，我们现在换豪宅了，你这么开心啊？高兴啊，回来。慢一点，慢一点，不要调皮。哇，这个给我们的家当这么多。哎呀，感觉一下就升级了。你看，我们原来侦探俱乐部是前面那个小空地，对对对，现在就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一片归我们了，归我们了。而且听说第二季呢，有很多新的侦探要加入到我们了。哎，为了考验一下第二季这些新人的本领，嗯，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我们邀请了两位老玩家和两位新玩家，看看到底是姜是老的辣，还是新玩家能够这个初出茅庐有炸眼的表现。嗯，我们来看看他们测试的情况吧。好，一起来一下。哇，感觉我们大侦探忽然变得有钱了。物体。你好，你好。Hello。我可以
看这手机吗？这是我才能有的。不让我看，只有你有啊，我也有啊。我应该往哪个门进？哇塞，好酷啊这个！名侦探俱乐部这是，我是进哪个门呀？啊，都没有人告诉我的吗？这是哪？哎，哇，是活的这个是。这个打扮，这两位好趣味啊！这是什么？亲爱的侦探，在你面前有两扇门。但只有一扇可以通向名侦探俱乐部。两位门神，一位说真话，一位说假话。而你只有一次机会提问当中的一位门神能否顺利进入名侦探俱乐部，就靠自己。哇，这么严肃。没了，就这样。那我怎么知道他哪个是说真话，哪个是说假话的？如果你进不了这个门，今天就可以回家了。我不要，我还没有玩呢，怎么就可以回去呢？一个问题，一个人。哇，这太难了吧！都是陷阱，一步步都是坑。我想象中的玩家见面就是单纯的见面，大家好久不见了，然后寒暄一下啊，范老师、何老师、欧姐。现在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哪个门神说的是真话，哪个说的是假话，所以不管我问哪个门神的话，都不知道谁在撒谎。我能不能设计一个问题，把两个门神的答案都串起来，然后再加上关于门的这个问题。咱们假设一下，如果我问一个门神，另一个门神会告诉我哪一个是真相之门。假设我问的门神是真门神，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假门神。那说真话的门神知道另一个人说的是假话，所以他会把说假话的结果直接告诉我，那正确的一定和他跟我说的答案是相反。同样道理，如果我问的是假门神，然而说假话的门神知道另一个人说的是真话，他会把真正的答案反过来告诉我，所以他告诉我的答案也是和正确的是相反。所以现在不管我问任何一个门神，另一个门神会告诉我哪个是真相之门的时候，他告诉我的都会是相反的结果。所以现在我选谁都可以。我问你吧，你觉得他会告诉我他背后的门是真门还是假门？说真的，所以他告诉我这个是真的，那这个一定是假的。这个是我真的，问谁呢？看起来都比较像好人。两位好人，两位大哥，可能玩法还是不太一样，不能用这一招，换一招吧。看当时的月亮，曾经带走谁的心，其实都一样。可以吗？可以吗？谢谢。这个门 ，yes， 谢谢，爱你们了，哇！哈，嗨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问你啊，你觉得我如果问他，他身后的门是真的还假的，他会怎么回答？
轻的。我就赌。谢了谢了。你会骗我吗？看我的眼睛。应该挺真诚的。求求你了吗？怎么这么久啊？哪个是真相之门？我不想回家哎。我这真的好难，怎么这样呢？这个导演姐姐给我点提示好不好？这个问题好难啊，我该怎么回答？啊，我要崩溃了！救命啊！有没有人放我进去啊？谁来帮帮我呀？我想进真相之门。请在这里耐心等待你的搭档，但耐心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哇，哎，一晨姐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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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感谢，我们赶紧进去吧，我们先找到门就可以了。那个幕布后面会是什么东西呢？有点期待哦。Oh my god！ 哇，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已经开始，哎，这又有提示。真爱粉俱乐部。这里是明星大侦探真爱粉俱乐部，为了庆祝大侦探第二季顺利开播，这里将举办一个角色扮演的 party。 晚餐已经开始了，欢迎你们一起享用。你看我想什么来什么，知道早饭没吃。你看这边有牛扒，要不要我们吃点？好了，都过来吧，开饭了。哇塞，好丰盛啊。坐，我觉得有炸在里面，我们要小心一点。我提议啊，我们共同举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来，鸿门宴啊，真是。他给了手机，先拿着这个。来，大家都过来吧，开饭了。啊，今天很丰盛啊！坐。所以我们是局外人吧？现在，我觉得咱们应该是另一个世界。第二季终于要开始了，我已经期待很久了。哎，你们看我这口红，跟鬼学姐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小晴天，这种颜色啊，也只有你们这种小女生才敢用。他们男人啊，就是喜欢这种看起来年轻的颜色。哎，你用的也是 OPPO R9S 啊，这个手机啊拍照特别棒。来，我们自拍一张啊。我是何美男，我最小18岁。真羡慕你们，不像我，只能摆弄我那个老爷车。摆个流浪汉，每天早晨吃八碗呢，又说我不为你花钱呢，感情。真人来演故事，我觉得还蛮新鲜的，而且穿上我们曾经扮演的角色的服装，就觉得好亲切。哦，对了，前段时间。那个视角突然像看一个舞台剧一样，雪佛龙金富力的润滑油开起来像新车，观察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动作，每一个人的习惯，然后每一个人的关系。这种颜色啊，也只有你们这种小女生才敢用，他们男人啊就是喜欢这种看起来年轻的颜色。我倒不这么觉得呀，我就觉得这颜色挺好看的，不过不太适合我。真羡慕你们在哪都能自拍，像我呢，就只能玩我那个老爷车了。他们把我们当隐形人了。车好看有什么用啊？你们得看我这头发，那才叫一个人。不是邀请我们一起吃的吗？啊？
么停电了？停电了！什么情况？别急别急，我知道电闸在哪儿。上班在哪？刚才走的这是谁？一瞬间在那儿，你在那儿保护你，没事，不要害怕。那等一下就亮了吧？这个是干嘛？停电了吗？这个是？再这么黑下去，我们这个饭就不要吃了。我知道了，肯定有人是短，灯一亮，你小心，肯定有人要死了。没事，一会儿就来了吧。好了吗？哎来电了，弄好了，快坐吧，快坐吧。他是。好好吃啊。老板是这个炒鸡蛋包，好好吃。甄老师去哪儿了？在那儿，还在这儿呢。我打电话找一下。我去看看效果，怎么摆弄我这个别车？现在开起来像新车一样，推荐给你们。这下面怎么一个人啊？啊？啊！要血！别慌，别慌，别慌，我看看。哎，甄老师，快把它弄出来！三二一。啊！哇，他背上中刀了。他没呼吸了，他死了，死了，怎么会这样？侦探请注意，命案已经发生，真相就在眼前，你们能找到真凶吗？只有十分钟时间，倒计时开始。你这个死鬼，真相，你这个死鬼，你怎么就这么死？这太难了吧！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呢？甄老师是个病人你这个死鬼，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呢？你这个死鬼。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呢？就这句啊！你这个死鬼，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呢？你这个死鬼，凶器在这儿。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呢？小白。这个、他手里有一个人的头发。你这个死鬼！哎，他会一直在这说你这个死鬼。所以你这个死鬼是他们俩戴着戒指是情侣戒指，你们俩是一对是吗？你这个死鬼！怎么又这么死了呢？真，这个是欧阳女神，那这个是他的女朋友吧？那他这个头发是谁的？你这个死鬼，怎么就这么死了？能不能先把这位女士先暂停一下？怎么又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哎，这个变成真人就是不太好，不可以随便摸。不好弄，不好下手啊！这个他嘴里下了毒吧？这怎么弄啊？这都笑了，妈呀，诈尸了！严肃点，办案呢，真是。你是不是中毒了？哎，我看到东西，看什么东西？我看到东西，什么东西？快！哇！尖刀 ！Oh my god！ 这个刀上面有没有线索？刀上有什么特殊编号吗？哎呀，我刚刚就直接把它拿起来了，应该……哎，会不会放在这里啊？我刚以为它只是装饰用的。你去拿啦！你去拿啦！哟呼！啊，我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别的什么线索，地毯下面有没有？这肯定是有人事先预谋好的。你这话什么意思？有了，有了。
什么？待会儿来点刺激的，像上次一样。这手机让我看看。今晚8点在睡得好旅馆等你。这个欧阳女神有问题啊，她跟很多男的都有问题。那你看名字都不一样，阿花、阿红啊，小淘气。男的叫这个名字啊？有些人搞得好乱。他应该是照的别人的手机。哎，这个是死者的手机，就是刚才你拍到的那些。就是跟其他所有人发的这个吗？所以他是个花花公子啊。这个老师肯定是个渣男，我跟你说。哦，他抓到了他出轨的证据，凶手是他。甄老师跟这个画家，就是刘画家，就想说他的画以后能不能就数他的名字来卖。说你别太过分，不出名会让你好看。3年前酒驾的事他帮他兜了，肯定是人渣。人渣叫你欺负我家刘画家。叫你欺负我家刘画家。刘画家，刘画，这个是刘画家，头发像画家的画家，颜料都弄头发、哦、他是刘画家。这肯定是有人事先预谋好的。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在电闸那边词儿还看到断电的延时装置还笑场。专业点，专业点，专业点，好，看，好，再来 ，Action。这肯定是有人事先预谋好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电闸那边看到有断电的延时装置，这肯定是有人为了杀人而事先准备好的。哼，还会是谁呢？他们俩有矛盾，然后王女友是他女朋友，还是他女朋友？哎，我觉得有些人都走掉了，为什么不见呢？这俩呀。好刺激呀，好像在参加明星大侦探，凶手一定就在我们当中。别闹了，这都闹出人命了，我们赶紧走吧。不要怕，有我在呢。好刺激呀，好像在参加明星大侦探，凶手一定就在我们当中。别闹了，这都闹出人命了，这好危险，我们赶紧走。这好危险，我们赶紧走。等等、不要怕，有我在呢。有没有找到线索？估计这个人有嫌疑。为什么？这个对话你想想看，他想走，他想走就有问题。我跟你说，一般人害怕都会走啊。但我们现在找不到任何线索，没有血迹，没有。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死者上再找点线索，然后再，这个是重大怀疑对象。好刺激呀，好像在参加明星大侦探，凶手一定就在我们当中。别闹了，这闹出人命了。不要怕，有我在呢。好刺激呀，好像在参加明星大侦探，凶手一定就在我们当中。别闹了，这闹出人命了，你赶紧走吧。这撕出来的话是谁？有我在呢。他不是，这是谁的手机？这是他的手机。他的手机好。甄老师给他发的。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你能配得上管少女吗？我劝你趁早死了心吧，别自不量力了。应该是甄老师的学生。管少女给他发过，甄老师好帅哦，要是可以跟他点点点，你在暗示什么吗？他可是我们的老师，他有暗示你吗？不知道算不算，但他对我很好。所以老师喜欢这个管少女。管少女喜欢老师。还是老套路，他们都是有杀人动机。时间还有5分钟。这个加润滑油的这个东西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预谋好的，我觉得咱们应该是另一个视角。为我们的友谊干杯！他们男人啊，就是喜欢这种看起来年轻的颜色。小白的呢？哎，来电了！这下面怎么一个人啊？他死了。灯黑了以后。他就被人杀了，推到桌子底下了。可是没有什么动静，完全没有听到过动静。为什么没有惨叫声呢？被什么东西掩盖了吗？
应该是别人捂着他嘴了呀，给了他一刀，没有打斗，出现在桌子底下。长头发女生，这个老师肯定是个渣男。待会儿来点资金，钻到桌子底下去偷情吗？来点刺激的嘛，来点刺激的，所以钻到桌子底下了呀。薅了一把头发，炸死了，好刺激。他自愿被别人杀掉，自愿，他自杀嘛？可是他自杀他不可能掉出来，知道吧？用什么堵住他的嘴，让他没有发出声音？是亲吻吗？我们先梳理一下好不好？他的手机抓到了他出轨的证据，然后他的确是个出轨的男人。他接吻，那肯定是他自愿躲进去的吗？应该不是两个男的干的。那女生可能一个人就可以干掉他。是。他们男人啊，就是喜欢这种看起来年轻的。管少的。我倒不这么觉得呀，我就觉得这颜值挺好看的。不过。没有，他没有任何口红哎。啊，所有人都有口红，就他没有是吧？对。你看。是你吗？是你吗，管少女？等一下，你的头发有被扯吗？他逃了，他逃了，不准逃！你快跟进去，不能让他走。还有一个场景呢？怎么还有故事？我人是我杀的，是我杀的，是我，行了吧？你的时间只剩最后一分钟，双胞胎，你肯定还有故事。现在又是哪一招啊？我说的都弄乱了，这两个人分不清了，我突然觉得好痛苦。算了，你们就承认吧，好吧，我们也别折腾了啊。不行，两个一起关进去啊。还有这一车。你看啊，那个真死者跟他的照片，算什么男人？那么善良可爱的妹妹不能毁在这个男人手上，要妹妹报仇啊，那就是他了。哎，这不阿拉蕾吗？啊，那不是重点呐、啊！这不是阿拉蕾，快点关门！爸爸抱，不乖。信息在哪？这个有，这个也有，这个有，这个也有，哪边是这个有，那边没有的。左撇子，左撇子，右撇子。这边是姐姐，她是姐姐，她是妹妹。那就然后姐姐是左撇子，咱们看一眼捅刀的位置吧。怎么煮的？哎呀呀！你还自己料？咋吃啊？不是，看，还有，在这。而且真有哎！还真有。我觉得应该是拥抱的时候，因为他会扯到头发嘛。嗯。应该这么抱的时候，然后被捅，可能会。哎，哦！西餐礼仪都是左手拿叉的。只有这个在右边，只有这个人是例外。对，请最后指认一人为真凶。就是他，是你吗？跟姐姐走。两位侦探，你们确定吗？确定了。你们指认的人真的是真凶吗？凶手就是少女。
太惊艳了吧，这恭喜通过测试。我们恭喜四位玩家都找到了真凶，恭喜。哇，这个设计真是有点太绝了。从小小的测试就可以看出，我们第二季无论是从剧情的呈现，包括案件的设计，包括我们玩家的状态，应该都会有一个升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林依晨和董力呢，也会在我们第二季的明星大侦探当中出现，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他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第二季第一期的精彩阵容，好不好？有请各位。当当当，乖乖，恭喜你发片了，小白，小白，不是你他，不是你他，哎呀，哇，来了，哇，大勋，相爱穿梭千年二，大勋你都会做首发了，真的红了耶，哎，我不会耶，你们在好基友是吧？好，好，接下来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明星大侦探》第二季的第一期的案情，非常的期待，好期待哦，又终于可以当那个。搜证犬，搜证犬王，不是锁匠吗？警犬之王，警犬之王。我觉得我应该已经没有办法脱离鬼鬼，开始独立搜证了，因为你真的太会找。我是负责搜证，然后你们是负责分析。小白是上一季之后，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发现他是在一个所有的案件复杂的推理，包括综艺的各种桥段。吵闹当中，他可以保持冷静，他是冷静的翘楚，他能够独立思考，对，独立背锅，冷静背锅，什么背锅？天天你还扇我嘴巴，臧老师，臧老师，来吧，啊，我开始你叫，金条拿来，第二次了，哇，又是我。啊！哇，好神奇的画面，这上面都有他的牙印了。这上面只有我的牙印。这一季欢迎你继续背锅，好不好？你继续背锅，背黑锅，背锅王。Oh no！ 哎，大勋，上一季你来了几次？我来了一次，一次对不对？郁金香。但是那一次。是吧？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这有一些瓶子，我找着线索跟你们分享，没人理我。就这个，这个，哎呀，这个别吓唬老年人，我快速度可以吗？速度，你知道为什么要发他首发吗？就是我们首发完了，他不用再来了。不是我们。我的天，这怎么警犬王改人了是吗？好了，那么我们老玩家加上一位神秘的新玩家会组成我们第二季第一期的这个全新的阵容。Yeah. 我们先来看看一个短片，看看第二季第一期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升级的有趣的故事。来，请看。南湖两国隔香河而至，兵戎相争多年，终于以联姻结束战乱。本该普天同庆，怎料胡国和亲公主却在大婚之际香消玉殒，这终究是命运的漩涡，还是宫廷的预谋？嫌疑人一一锁定，仗剑走江湖的侠客，雍容清贵的皇太子，动手不动口的侧妃，天下无双的麒麟才子，一生戎马的大将军，步步为营的宫女，六人之中隐藏着一名真正的凶手，现在请各位玩家开始抽取角色卡。哎，这一季没有侦探吗？就是侦探也有角色，他也是在故事当中的，但是他这就是跟第一季不一样的地方。对，但他唯一跟别的玩家不一样的是他没有嫌疑，所以说在这里面有一个应该是侦探。对，但你不知道哪个是侦探。对，这就要靠你自己抽了，好不好？鬼哥先抽。我跟你讲，我这一生还没当过侧妃。我想要在大侦探里面先饰演一下侧妃。好，侧妃就是只能露侧脸的妃。No, no, 有没有问题？没有。你哪位啊？贵姓啊？鬼妃。侧妃。鬼妃没侧。你这打耗子呢？子卯
子卯寅，我掐指一算，我再帮你找证据，不然他死了干我屁事。这个是钥匙，对不对？皇帝下令不准我乱跑，所以我就在宫中走来走去。跑马拉松啊你！你这边对他放什么电？我喜欢胭脂。你拉倒吧你！你现在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你有在听我说话吗，太子？你们两个是在传情书吗？你有把我放在眼里吗？鬼侧妃，我不要你了！兔死狗哼，鸟尽狗藏。可见相出只若人生若只是初见，我的个天，我想我不行了，怎么办怎么办呢？来我们小白来，哎呀小白宫女呗，不是这一季怎么撒老师这么能插人呢？宫女插人，我你选侠客呗，我这个你抽什么了？仗剑走江湖的侠客。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无大岸的日子好比，哎，度日如年呀、啊！哇，苍了天了！我乃天下第一，我的英文名字呢叫 OPPO R9S。大胆刺客，给我招！鱼鳞才子，鱼鳞才子。我觉得他不爱我，不爱你。这我们看得出来。你摸，快点！别！录着有摄像机，真有两腿，有一腿还不行，还有两腿。真相，开门，开门，开门吧！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开门！好可爱。魏将军，你抽个将军吧。那我就听何老师的，咱们仨当中他的体格有点像将军。狄仁白，魏将军，好在本将军英勇神武，已将刺客拿下。我这自食的人就爱喝喝茶，你为什么要偷茶叶呢？我愿意啊，我爱喝茶有什么办法呢？练剑，啪啪啪啪啪，在乡下遇见了个村姑，然后我们俩就。如今什么太子妃，我的儿，这是我的儿，那是我的儿，我的儿，我的儿。这个也太狠了，哇，这里的画面简直啊，哎呀呀呀，我觉得我40岁的人设一定是有道理的。你不会是他的儿子吧？叫爸爸。您先。你为了谁？你看爸爸干嘛？或者我把那两个拿过来，你膝盖不方便。对，我把那两个拿过来。好轻盈啊，我的妈呀。有才子、皇太子和宫女。宫女。我把宫女给你。皇太子。你演宫女呗。因为这当中咱俩人就唯独我是有太子的气质。啊？算了，我觉得你也挺适合当将军的。我是有宫女的气质吗？好吧。吾乃本国太子，年方19。虽然表面风流，但实际上还是童子之身。如果让我跟你在一起，我宁可咬舌自尽。你眼里只能看着我，我是你的妃子，不能看别人。你贵姓啊，大婶？ Are you happy now？ 这不是我送的。他果然跟别人有一腿。好啊，你这个恶毒的女子。我这个妃子见不得人，哈哈，这个今天没吃药。你是爱我还是爱公主？你能顺道连她一块干掉吗？干啥呢？干我这没人呢，给我叫兄弟。死得好啊，这个婚房布置得好刺激。说看得心痒痒啊。夜幕降临，洞房花烛，是谁戳的呢？谢妃子不杀之恩。我真的不想大婚，我只想洞房。我抽到一个麒麟才子，我也蛮喜欢的。啊！我见不得血，见不得血。说完了吗？承蒙太子的厚爱，这是太子送给我的暖手炉。暖手炉，太子与我之感情非常深厚，我会假装离去，然后默默地在后面辅佐你两杯。啊啊！等一下，不要听他的，我只对你好。遇见煞星，我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啦。哎呦，讲太多我好累，我回去休息一下。来，把那个盆拿来，他吐血了。他应该是死掉了，因为他是江山。
哎，作为一个古人，拿一个 OPPO 也是醉了。来，将军帮帮我。囧先生，我的先生啊，请问先生心属何方？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哎，我们还有一个呢。我可以抽了吗？步步为营宫女，如果这个是有身份的，也可以告诉大家是有身份的吗？这四个字“步步为营”写得很有玄机在里面，所以我想试试看。我是随和亲公主一起陪嫁过来的荣宫女。哎，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放开我！我女儿呢？等着那个一统江山，对不对？你看，那就是一统江山。你温柔一点对他好吗？这是我公主。小心一点。嗯，加油。也没什么感情。这个是穿帮吧？这是现代的东西哦。女人的生活你不会理解。好乱呐、啊！天哪！你们两个接错了。哎呀！哎呀！别跟我抛媚眼儿，我是一宫女，人呢？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也许不对，但是公主已经死了。公主不是奴婢，公主死了，这是他杀的。你不会是他的儿子吧？二婶娘好，如果。Come here, baby， 是别人给我的，很重要的人。为什么是我们夫妻俩？不是。萨老师先来打开吧，来看。当然要先让太子来开。为什么这里面这么沉？这里面有什么？一。金条，这一季先把金条给我们、哦，然后如果赢了就拿回来，如果输了就给回去，更痛。哦，就现在还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先寄存在我们这儿，先放在我们这儿。你可以先放。你是凶手吗？好，看他的表情，一定是凶手，投票了，投票，结束了这一季。如果萨老师这一期不是凶手，我把这个给吃了，我把这 OPPO A9 S 吃了，我喝飘柔。观众敢不敢跟我赌萨北宁是凶手？他们吃掉的东西我吃双份儿。好，我们依次打开，依次打开，来。我是凶手。他亮什么？我天，哎。哦，第一期的真的是小白。今天我知道第二季的新的玩法是侦探的第一票是隐藏式的投票，就是所有人都不知道侦探在第一轮的时候投给谁，所以侦探一个人负责，没有人会给你任何的帮助。这压力也太大了吧。对呀、啊、我觉得第二季说实话我们破案的难度更大了、嗯、凶手的安全性更高了。我预测一下前三期我们应该都抓不到凶手。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季所有冠名和赞助的朋友都由侦探来完成，所以我们欢迎小白来念。感谢《明星大侦探》第二季独家冠名商这一刻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腰包，谢谢腰包。哎，线索千丝万缕，飘柔一瞬到底，感谢首席合作伙伴飘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腰包，为引擎润滑，让案情明。引擎润滑怎么表演呢、啊？我没办法，没事，你讲你的哦。我这是好不容易说出来啊、哦，对不起。为引擎润滑，让案情明察，感谢本节目合作伙伴雪佛龙金富利润滑油的大力支持。谢谢雪佛龙，感谢金富利。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明星大侦探，大白话真相。哈哈哈哈哈哈！青砖黛瓦，古今如旧。感谢指定航空合作航空媒体航美传媒，首席社交媒体新浪微博，首席社区媒体贴吧娱乐，战略合作媒体网易新闻，独家明星推选互动平台360浏览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载界面新闻享受独立思考的乐趣。特别感谢 Zucker 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橘子娱乐、人民日报客户端、界面新闻、中新网娱乐、新浪娱乐、网易娱乐等全国重要合作媒体。感谢天气通、搜狗输入法、神州专车、网易邮箱大师、星影联盟。感谢秒拍、美拍、知乎、中青旅、遨游旅行、互动百科。感谢 Easy 音乐周刊、975摩登音乐台、海南音乐广播。有多少冤魂之囚，那换代请求。